大家好，我是 Queenie， 咁我好高兴可以担任到今年香港珠宝小姐的仪态导师。经过呢两个月嚟，我同佢哋嘅相处，其实我见到佢哋系好有勇气，佢哋都好有智慧，同埋好肯去学嘢。好似有几位可能唔系香港住嘅，佢特登系飞过嚟香港，原来就系为咗参加呢个珠宝小姐。佢哋讲嘅说话，其实有时会令到我有啲感动，因为我觉得。當我好似佢哋咁大年紀嘅時候，二十幾歲啊，其實可能我未必會好似佢哋咁大勇氣去做一啲咁嘅選美，因為選美其實要行出嚟會見到好多人，或者會面對好多嘅傳媒。我相信今次嘅珠寶小姐競選係可以俾到大家一個耳目一新嘅感覺，同埋睇到佢哋發光發亮。